是一个 faithful 跟 fruitful 的一个教会。首先，这个分享个，经常在网上最近流行一些疯狂疯传的一些很搞笑的画面。那我就把其中这个句子把它抄下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在历史上有这么一段时间呢，这个传统啊是用来做彼此问安跟表达尊重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什么时候叫做握手？什么时候呢？是2019年 B.C.，按照这个 B.C. 呢，不是主前2019，是在冠状病毒开始之前，before coronavirus 之前，这是2019 B.C.，所以在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人要再愿意彼此握手了。所以我就取一个脑洞大开，我说，那我们今年就是新冠元年了，对吧？A.C. Number One，2020年，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这2020永远是一个 hindsight 2020是 crystal clear。是 everything 所有的 strategic planning 的策略工作都会用2020来做决定。2020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2020完成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等等。但是从来没人想到2020年学校停课，教会停止聚会，商业停摆，工业停产，可能还有很多人很不幸的，他们心脏就停止跳动了。我也在听见今天在这个宣教的环境里面，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说，而且连家门口都跨不出去了，他们做什么跨文化宣教。在这一系列非常低档，好像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里面郁闷的这种环境里面，我们看到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拉越远。当然我们要尝试跟病毒隔离，但是在我们的情绪观点当中，在我们这种线上聚会里面，我也看到很多的教会在思考一种重新开放，但开放时候一大堆人有好多不同的问题，在问到这种疫情开放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处理无所保的安全，这样子的很多的话语大概都会听过。当然最近最流行的就是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对不对？从这个 health system 来看， health system capacity， 那么没有保护就像这条蓝线的，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保护，你会有很大量的这种疫情爆发。那如果你做隔离的话，慢慢隔离，它可以让疫情爆发的程度在我们的医疗系统的 capacity 下面可以来照管他们。但是你知道这个缺点就是什么呢？这个缺点就是时间就必须要拉长了。所以这个疫情反反复复起起伏伏，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所以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我们就在这种隔离的环境里面，我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我们人就被一种有形的墙，甚至最糟更严重的是一种无形的墙被隔离。在这无形墙的当中，在过去的七个月到八个月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文化、种族、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动荡，好像形成着无形的墙，在切割我们的国家，在切割我们的世界，在切割我们整个的，地球村。我想人心当中，我们所面临这样子一种动荡不安，我们今天又在一个宣教的场景之下来讨论，或是来采取一种宣教的行动。我想我就先把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境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问上帝给我什么样的解决之道。在去年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在我们做跨文化宣教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挑战。我用了三个教会去年跟你们在一起分享，耶路撒冷教会，还有到耶路撒冷教会到以弗所的教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一起在面临这种跨文化宣教的时候，我用了本地异地本同文异文这个十字架的坐标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我想再换一个角度，看到我们华人教会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在讨论宣教的问题，我们所遭遇的一个基本的这种态势。首先我们华人教会在北美，华人我们是同文化，但是好像在美国所以我们是异地，但是在北美华人教会的英文堂的话，我们华人教会认为他们是在美国讲英文，所以他们在第三象限。可是在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们，他
他们就会认为，哎，我们是在本地讲同文呢，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相对于我们的华人教会呢，我们在美国，他们的美国，我们讲的是中文，对他们来讲是英文。所以你会发觉，当一个教会他们的彼此的认知的观点不同的时候，你就发觉所形成的差异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好像我们的被一个文化的问题来切割，以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中文堂跟英文堂，我们待会再看到的，你会发觉一个教会好像在一个屋顶之下，我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教会。难道我们是在做所谓的 cultural distancing 吗？因为一个教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我们今天可以在停车场聚会，像上礼拜我在加兰教会、Irvine 的 Canon 教会聚会，他们就在停车场搭个棚子。当然，这个时候没看起来没有 social distancing，对不对？但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作为基督教会的元首，我们是教会的身体，我们聚在一起。但是在一个教会下面，如果有一个屋顶下面有两个教会，而彼此没有共同的语言来互相连接的话，特别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这种种族的议题、社会公益的议题，而在这个议题当中，我们也看到所谓的老一辈的传统教会跟年轻人的新兴的第二代的教会，他们也具有极大不同的问题的观点。难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做 racial distancing 吗？那在最近的美中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动荡，而且在现在在大选期间，我也相信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的观点，以及我们所带来的，根据我们所来的地方，我们可能对某些人的领导人，我们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义、方法或是看法。或许我们可能在 WeChat 里面吵翻天了，或者说我们要退群，或者我们另组一个群，我们在同温层里面彼此取暖，一个看极左的媒体报道，一看极右的媒体报道，我们互相攻击，或者互相的在那边很多的言语的谩骂，各自高举我们认为所谓的圣经的真理。难道今天我们教会在这个处境里面，我们是在做 political distancing 吗？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在这个非常特殊的2020年里面，我去了很多的教会，在教会当中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发觉现在的教会面临了一个很严重，至少有三个暗流，一个是我们一代二代之间对于社会公益、社会这种不公的问题的看法，在现在大选期间，距离大选只剩10天了。这种政党的党派的问题的看法，我们对于我们来自中港台三地，我们对于国家、民族、地方政府各个意识形态的不同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来自于上帝的智慧跟方式来处理的话，这种暗潮汹涌的教会，我相信只会越演越烈。而我们失去了一个教会原来在这个地上我们应当有的言语光的本质，所以我今天想用这段经文来跟我们分享。刚刚王长老带我念的，其实我就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在这么多的不同的争辩，或是隔离，或是一墙之隔，这个"疫"是疫情的"疫"的话，这种不同的隔断的短墙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让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哥罗西书》第一章这边所提到的，刚刚我们念的这14节的经文，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那里领导归于你们。使徒在这个最简单的翻译就是，他就是一个被差派出去的人。在有些的版本里面，他会翻成他就是一个像一个使者，是一个被差派出去的人。有的英文就这么把它翻成 ambassador。你知道，在大使这个特权阶级里面，或这个高层官阶当中，他是一个国家的官方代表，一个高层代表，他被派到一个当地的政府，在那里，
来处理代表国家来处理他的国家事务。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被上帝所差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成为上帝的使者，来与这个世界，我们来代表上帝，来形成一个国家，一个天国，特别讲神国，我们这一群大使的身份。你看他的受信人很有意思，这是在别的书信里面不太常出现，但是这个地方提到他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Hagios 在希腊文里面叫做分别出来的，是一个被 set apart， 被一个分别出来的圣徒。这种字眼我们大概很少说，哎，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够格，我何圣之有，对不对？我们就做个平信徒，我们不认为我们是有资格做个圣徒，做基督徒就好了。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圣徒，他对圣徒的形容是，这是一群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这是一群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弟兄。什么叫忠心？忠心其实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一群跟随上帝的人，我们一群委身在上帝的大使命当中，我们愿意委身，我们愿意在付上代价，在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在耶稣基督中心圣徒的样式。所以这一群忠心值得被信赖，一群一诺千金，一群愿意坚定不移跟随基督的跟随者，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形态里面展现出来这种信靠可靠，诚信可靠的这群人，他们是持守的什么？他们持守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他说写信是给哥罗西的圣徒。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我们有两个住址，我们的 temporary address， 比如说我现在在宾州，我在东岸，各位在 Cupertino， 你们在西岸，或者在 San Jose。 我们在地上永远有两个住址，一个是我们的 temporary address， 我们的临时居住所，我们永远有一个永远的居住地址，这个居住地址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一个哥罗西的住址，有一个在耶稣基督的住址，我们在地上有一个 California 有利区号的住址，也有一个在天上的永久住址。记住这样子的一种双重身份、双重地位、双重归属的话，你看见我们在这里是暂时的，但基督里我们永远是一个圣徒。他提到平安和恩惠这两个重要，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最缺乏的东西，是只有从我们的父神而来的。恩典当然是我们不配得到，但是神今天救了我们。什么是平安呢？平安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Irene Iro， 它是指东西连接在一起，是非常的平顺，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还记得我刚刚分享了我们现在这种看起来四分五裂的这状态，他说平安呢，不是没有外头的动荡，而是它中间是完完整整的连在一起，而中间是没有任何的争端、纷扰、和谐、丰腴、昌盛、富足等等等，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叫做平安。它在两方面的连接当中是非常的合一的，没有摩擦，没有任何的距离，没有任何的隔离，而这个来源来自于父神。所以在这段简短的他的问案里面，我觉得保罗已经帮我们 set up 一个属于上帝的教会，他应当有的基本态度跟模式。所以教会呢，就是一群被神所呼召出来的群体。那呼召出来的群体，就是他被呼召连接在一起，所以是一群人。所以教会它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建材，它是一群人的聚集。对于这样的教会，这边有一句话，我想跟各位来分享。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他开始感谢，他为他们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来感谢天父。他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为这个教会感谢？请各位看见第四节这个地方，他听见了，
他听见了哥罗西教会他们所行出来的见证。我在想说，哎，我们这个平常的行动是用动作被人家看见的，对吧？我们讲见证，翻成中文大白话是见证，就是看得见的证据。哎，那什么时候我们的见证是可以被人家听得见呢？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是表示这是一个真实的，而且可以传到很远的？于是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众人面前，我们的 testimony 是 audible 吗？是 audible 能够被人家听见的吗？那些在我们旁边看到的人，他看见，他可以去传出去的吗？所以我想说，不只是见证，搞不好以后我们要搞个听证。你的听证呢？因为现在在网络上面，我们没办法先面对面见到人，实体的面对面，很多时候必须要靠口传。所以他听见什么？这边有你看见，他听见。他听见的是哥罗西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哥罗西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啊，不是静态的，啊，对，它是个动态，它不是静态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信心开始产生了一个外在的行为，这个外在的行为是什么？这个外在的行为就是像圣徒们所行出来的爱心。我们看见一个信心所带出来的外在行动是向圣徒所行出来的爱心，而这个信心是什么？这个信心你看见的同前面那句话一样的，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姊妹们，信心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人呢，像人生像一艘船，信心如果像一个锚，你要知道锚它不能够让信心不能让这个船不飘动，是锚所抓住的那个东西，那个不动的东西，让船不会飘动。如果今天我们的信心不是抓牢固在这个不能被震动的，从今时到永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信心一定是会摇摆动荡不安的。只有在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这种动态型的信心显出来的是向众圣徒产生的爱心，而这个爱心的外在行为所带出来的是为了那个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在天上的盼望表示我们需要等待，而保罗在这边用到的形式是这个是已经持续性的被保存，表示它是固定的，是 secured， 是不会变动不会变的。所以你看见他听见了什么？他听见或者看见了信、望和爱。那这个盼望怎么来的？这盼望有一句话后面的解释，这盼望是从前你们在福音的真道上所听见的。而在这个福音的真道上，在英文里面你看到的是 the word of the truth， 真理的道，后面加了一个逗点 the gospel， 表示真理的道就等于福音。所以现在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福音？最简单的解释方式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但是这种解释方式并不能够更深入的带出来福音它深刻的内涵。所以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什么是福音。那么这边有一个 meta-narrative， 就是中文翻成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 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关于历史意义、经验或者知识的一种故事的提纲，一种故事的大纲。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优点是它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思路，一个整体的视野，能让我们看见在这样这个宏大叙事里面，整个的圣经宏大叙事可以全面了解圣经的整体故事的它的情节，以至于在我们的思想行动能够被这个福音所更新，以致我们的视野、我们的世界不会有一个局限性，不会去以往归天。所以在圣经当中的宏大叙事故事大纲，它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叫做创造，第二个叫做堕落，第三叫做救赎，第四个叫做更新。而在这一段这样子的故事四个大纲里面，至少的四个大纲里面，你可以看见它每个段落都是一气呵成，是浑然一体，紧紧相连的。那么就很快的解释一下
每一个创造当每一个段落里面大概的一些简要的摘要。第一个，什么叫创造？创造所带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平安。我刚刚讲过的平安，是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开始建立关系，然后他让人来管理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在当中，我们被创造与上帝有一个非常和睦的关系，跟环境有一个非常和睦的关系，在当中有丰盛，有昌盛，一无所缺，一无所虑，尽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但是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在整个故事大纲里面，就像我们中国人看电影讲到的，好景不长，这个平安被破碎了。为什么被破碎了？因为罪进入了我们的世界，罪进到我们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此，我们失去了与上帝之间原来和谐的关系，从此死亡成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但是，上帝的救赎工作可以说整个故事大纲里面的一个最高的高潮，创造和堕落为这个救赎做了一个铺垫。上帝执行了他的拯救的工作，这个拯救堕落做罪人的宏大的计划，是用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亲自进入到我们的中间，来拯救他的百姓，来恢复他的子民的身份，而重新来修复、来更新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借着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来告诉死亡的权柄，再也不能够在世界有一个所谓的 final say。所以耶稣死跟复活是可以说是圣经宏大叙事里面的一个最大的高潮。但是你知道，整个的宏大叙事不是在救赎停下来，故事并没有用救赎，真正的 grand finale，真正的结束。The end 是上帝他要来更新，这个 restoration 呢，这个更新不是一个 renovation，不是把一个旧房子翻新掉，是一个 innovation，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是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不是一个破碎的地球，而是在一个全新的新天新地，一切的更新成为一个最光荣未来的一个高峰，而这个新天新地的创造，就是整个故事大纲当中的结局，万物的重新的恢复，耶稣基督审判罪恶，迎来最后的公义和和平，带来人类最大的平安与神之间完美的联合。所以这是福音的故事的内容大纲。那保罗继续讲，当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也传到普天之下。所以你看见了这个福音呢，不是限于任何一个种族，不是限于任何一个国家，这个福音是普世性的，这个福音是属于全世界的。而这个福音后面更重要是，福音它是有活力的，这个福音有一个内在性的生命力，它会结果会增长，它会结出果实，而且不断不断的扩大。所以这个福音不是一滩死水，福音不是一个什么道德论述的一种道德系统，它是一个充满活泼、充满活力、不断成长的真理。它不是叫人去做不做一些道德性的规范的问题，而是当这个福音真正进到人群当中、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它就开始结果增长。而且这个结果增长，你可以看见它的上下文，它不只是在福音在我们那里结果增长，它传到普天下之后，也在普天下结果增长。那这种增长的方式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如同在你们当中，是自从，他这边讲 since the day，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的那一天开始，就是 from the very day one，从你们信仰听见福音开始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开始结果，开始增长，而且是一直持续性的这种不断的增长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福音所带来的本质。但是我刚刚前面开场白的时候跟各位描述的那个现象，你感觉不到这个福音有这么厉害吗？我就再举一下刚刚王长老先生介绍我的大学的一些简单的，那我大学学的是学园艺系，
我在大学学园艺的时候，我们大二的时候，大三的时候我要修果树学。那一次呢，我们不到农场去工作，我们去参观一个园艺技术产品的一个商展，在台北的一个这个博览会的会场。我进到那个会场，那时候在大学三年级啊，这个刚满20岁，进到会场里面就看到一棵树。其实呢是什么呢？不是苹果树，是一棵番茄树。我这讲的是有点夸张，但是它真的是一棵树，差不多高3公尺多。我在网上就找了一个当时最接近我能够想象的出来的那个图形，我把它放在这个荧幕上面。它就是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子，那个棚子蔓延，上面的枝条就挂在那个上面。那这是日本人做的。那日本人在推销什么呢？他在推销一个东西，叫做 hydroponics，翻成中文叫做水根的栽培法，是一种园艺技术，就是用不用土壤，是用植物在水和营养液当中来种植。那么这个日本人讲了半天，这口音很重，英文我也听不太懂，当时英文也不好，但是我就记得他一多句话听懂了。他说这棵番茄树上面一共长了7000棵。番茄，没有讲错啊，7000颗番茄的果实啊！你想在咱们家后院种，我了不起，我大概种个50棵就已经觉得成绩挺不错了。这一棵番茄树长了，番茄的植株长了7000颗结实累累的7000颗的番茄。你要这种水耕技术啊，它就是可以一年四季生长，所以你看见我刚刚开始的标题的题目那个背景，我现在重新打出来让各位看见，它就是一种一年四季生长的快速生长，它可以大概缩短，没有记错，缩短1/4的成长的这个周期，而且呢，可以在寒地，比如说像 Wisconsin 啊，在 Minnesota，各位在北加州这个阳光妩媚，可能很难想象，他们在冬天可以在这温室里面就可以种植一个一个结实累累的番茄，用一条一条线来支撑起来。各位看得见，它不需要很多的空间，产量可以很高，可以保持土壤水土保持等等等等，而且养分、pH、酸碱值、温度都受到控制。啊，那时候我们要学，除了学这个以外，当时的果树学是老师其实要教的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到今天我仍旧记在脑海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一棵植物健不健康，就看它的根系正不正常。你看见这是一个番茄，它的花。当然，这不是当时的那个现场，当时是我记得把它拉开了以后，我看到下面的番茄那个根呢，是厚厚的，将近达1公尺之长，像白色的地毯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洁白健康的一个根，不断的在吸收这样子的养分，以至于它可以支撑这个果实长得满7000颗的这种番茄，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根要健康，植物才会健康。这是当时我们所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是老师用一个最 visual 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它的根的重要性，就用水根法。所以我拿到今天的题目，我们来回来讨论的话，你会发觉，哎，这个辅因像不像这个养料呢？像不像这个植物生长系统的养液？它让植物能够吸收。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管线一段一段的把这个养料打到这个植株里面，它下头的根系就在这个一排一排的建筑物里面。你可以想象，它的根茎是白白漂漂亮亮，然后吸收就可以长出一颗一颗一颗穗状的这种番茄出来。一次又一次的丰收，这是不是像刚刚讲的结果结实成长呢？啊，不止如此，这后半段这个福音为什么结实成长？它怎么去的呢？他说，正如是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身上，你学到的。福音是靠人去传的。靠着神的恩典，但是福音是借着这个中心的传道人，他来宣讲了在哥罗西的教会宣讲了这个恩典的福音。
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今天我刚讲这个病毒在肆虐，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想说，咱们传福音的速度如果能够病毒这个传染病毒速度一样快，或是更快，那有多好？福音借着以巴佛带到了哥罗西，而且他们是从哥罗西从以巴佛身上学到的。学这个字啊，它的字根就是门徒。就是学徒，我待会继续跟你们分享。他从以巴弗身上，像一个门徒的方式，跟着以巴弗在学。不管是借着言教、借着身教，经过正式的教导还是非正式的教导，他从以巴弗的身上，他看见了这样子一个福音的宝贵。而保证是以巴弗一定是把这个正确正版的福音传递给了哥罗西的教会，而哥罗西的教会他们也开始结识。增长，所以你看到这样子一个薪火相传的重要性，不只是福音，而传福音的那个人更重要。所以我就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信息和信差的概念，message 跟 messenger。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信息和信差必须要同时传递的信息，跟我们信差这个人必须要合而为一。同时都是真实的，那所传这个信息才是有效的。谁是今天最有魅力，或是最忠实的信息和信差呢？大家一定会猜到，这标准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你这边看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他是这个 message。但是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真理，有荣光。我们也亲眼看见这个独生子所演出来荣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 messenger，从一个二度空间，好像在形而上的 metaphysical 的 logos，他 incarnation 成为三度空间有血有肉的人，进入到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上帝的信息，这种道成肉身是让我们看见信息和信差它中间的不可分割性。也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来反省，我们有没有能够做到信息和信差它的同时的 compatibility 的同配 complementarity？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一个福音真理的柱石上面，我们建立在这个圣经的基本的。圣经的基础，福音基础上面，而教会是上帝被呼召出来的人，记得吗？我们是使者，我们是 messenger，我们是 ambassador，那我们的任务就必须要来分享上帝的福音，这责无旁贷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去年我在这个地方秀了这个图给各位看，我们有一个基因型，就是生物的基因型的细胞密遗传密码，它决定了个体。的遗传特征，所以有我们的所谓的表现型，会有 phenotype 被表现出来，表达了我们的性状。比如说，左边这个 DNA 是基因的果蝇的 DNA，表达出来以后就会成为一个果蝇。所以在生物学上，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gene expression，叫做基因表达。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拉回到我们属灵的角度来看，如果基因它可以表达出来，产生蛋白质，产生这种功能性的产品，慢慢让它增长。发展变长大，能够后来能够繁衍不断的 multiplication 的话，哎，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可能号称我们有福音的 DNA？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活出我们的表现型里面没有表现出来福音的它的生活形态呢？也就是，如果我们有福音的信仰，我们有没有福音的实践呢？你看基因。型基因表达是让看不见的 DNA 的基因转变成为看得见的表现型，所以如果这是果蝇，是果蝇的 DNA；如果这个水果是番茄的话，变成是果是水果。这果蝇吃水果那是天经地义，但是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DNA。所以你会看见这种基因所带出来的表现，生命所带出来的生活信仰所带出来的实践，这是一个跟信息信差是同样的概念，它是不可分割的，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所以 J.I. Packer 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教会的任务啊是借着忠实的基督徒
的生活的见证，还记得吗？听证跟见证将不可见的 invisible 的 kingdom 变成看得见的。这是我们教会的基本的一个，应该讲我们的基本任务。J.I.Pack 告诉我们，那这种任务的表达，回到刚刚他们跟以巴弗学的，所以门徒这种训练，我们这样讲门训、门训、门训。我个人觉得那个不只是所谓的训练的问题，其实那是一生之久的生命的塑造，这是生命生活在属灵表现的技巧上面，我们不断的要跟师傅去学。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 acronym。这个 acronym 呢，我把它翻成写成叫做 REPEAT。第一个 R 是什么？R 是代表 relation，绝对是关系型的，两个人之间师徒的关系。第二个，它必须是 experiential，让他有一个亲身的第一手的经历，而且是个人性的 personal，绝对不是替你别人替你代劳，你要亲自下海有成长的经历。当然，中间也有很多知识型的教导、学习。刚刚像以巴弗所学的，可以是身教，可以是言教，可以是 structured instruction 跟 unstructured instruction。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可以学习模仿的典范跟榜样，能够 aspire you，能够 aspiration 成为他们的 inspiration，愿意激励他，以至于让福音成为他心目当中的更新，他生命被福音给转化。以至于他可以重新再来重复，这个门徒可以成为下一个师父，来重新 repeat 这个 cycle。这是结识和增长，他不断的循环。因此，他听见这样的日子，他听见哥罗西教会有中心的哥罗西以巴佛在做教导，有结识 later 的教会的哥罗西，有 faithful 跟 fruitful 的 church。所以他听见这样的以后，他就开始为不断的为这个教会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他们不断的能够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来增长，好叫他们能够去明白上帝在他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一生的旨意，一个上帝永恒的旨意。求神这样的智慧悟性来帮助他们能够真知道。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这个智慧悟性开了我们的心眼，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为什么要神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的它的最终的目的，第十节是要叫我们在一个正确的知识和旨意的教导之下，它导致了一个正确的待人接物的行事为人的生活样式，而这个生活样式是对得起主，对得起主这个字。然后呢，凡事蒙他喜悦，凡事蒙他喜悦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就要来看，保罗继续用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说明怎么叫上帝蒙他喜蒙上帝喜悦。但这个地方我想跟各位分享的，行事为人要能够对得起主这句话。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他也讲过。不过他这次讲，他是我既然蒙召呢，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相称这个字跟刚才我们讲的对得起，对得起这个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希腊文叫做 axios。我们英文得到一个 axiom，是一个同等重量的概念。其实保罗是用一个天平的概念在告诉我们。这个天平在左边的砝码叫做行事为人的话，你右边的砝码叫做蒙召，这两边的重量必须是相同的，这个叫对得起，能够搭配。所以相称 axios 跟对得起主，所以就是这个教会在结实成长，表示今天这个教会它的行事为人是，我把它写成是一个与福音能够相称的教会 the walk。其实像在纽约911之前，庄子英大陆还在的时候，1997年，有一个法国人走钢索，一个 documentary，我看了他如何预备他自己 mentally、spiritually、physically 去从走掉钢索，下面没有安全网。有时候我在想，教会好像这个钢丝一样，我们走
在上头，我们有没有战战兢兢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种战惊恐惧呢？对上帝的圣洁产生这种健康的敬畏呢？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绊倒人，或者被人家绊倒，或者是我们就是从福音上而从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犯错，我们堕落了，坠落了。但是我想告诉各位是，但是福音啊是那个安全网，接住我们的是那个福音。只要我们接在福音当中，我们一定会在福音当中生长。以及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全人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有福音，一定会带来是一个真理和教义，告诉我们什么是属于上帝的真理，但它一定会像保罗的教导当中带出来信仰和实践。而你要达成不会偏左偏右，偏向律法主义，偏向恩典的滥用，一定是福音成为这个立锥之地，成为我们的平衡，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 William Barclay 他讲过，他说啊，基督教最大的最让人无言以对的辩护与明证就是一名基督徒。我们向别人来证明基督教，只能用基督徒品格这个无可置疑的证据来挑战他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形态必须匹配。那么怎么去得上帝的讨他的喜悦呢？他这边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要我们去善事上结果子；第二个，他要我们在各事的上力上加力，找他荣耀权能力上加力；第三个，要我们去感谢父神。如果在时态里面你看见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我们要去 bearing， 而且是 being strengthened， 是被不断的被添加力量，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第三个，我是去感谢我的父神，是 giving thanks。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父亲，这位我们天父，他 qualified us， 他让我们有这个资格能够跟众圣徒同得基业。然后他又描述这个父神还做了什么。父亲这个天父，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你看见这两个非常大的区别，一个是救我们脱离 deliver from， 然后把我们 transfer to， 给我们 deliverfrom transfer to， 看见从一个黑暗进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也可以讲进到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因为我们在爱子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蒙救赎，我们得以赦免。耶稣基督他这样独特的救赎和他的这个伟大的工作啊 John Stott 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世界等待的门徒，他特别描述了耶稣基督他的终极性跟他的独一性的三件。第一个，道成肉身；第二个，代人赎罪；第三个，死里复活。因着如此，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基督教在救赎上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基石。保罗也经历了，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为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生命性革命性的生命的更新跟翻转。所以在网络上就流传这么一句话，他说 Life without Jesus is like an unsharpened pencil， 他说这个没有基督的生命就像一支没有削尖的铅笔。为什么呢？ It has no point， 你无从下笔，但 it has no point 就是你也没有生命的意义。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办法书写任何有关于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既然在福音在我们当中 更新了，我们将问一个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我们重新来开放聚会，就像 social distancing 的话，我们要问很实际的问题，弟兄姊妹们，福音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在增长吗？还是我们和上帝在玩这个 spiritual distancing 的游戏呢？我们跟上帝的距离今天有多远？福音真的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扎根吗？
记得吧？去年我在你们当中分享的时候，提到安提阿这个教会，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讲上次讲到不像到也像，他开始只向犹太人传，不向别人传。后来呢，开始也向希腊人，像古利奈啊，就古利奈人散布斯来，有一些安提阿也向希腊人开始传讲主耶稣基督。所以会不会有时候，今天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不像到指向被切割出来的教会，而今天我们在玩一个东西叫做 missional distancing 呢？我希望教会今天我们在面临这个很严峻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思考我们教会今天的本质在什么地方。R.C. Sproul 说，他说没有福音，一群人的聚集。不管他们怎么和宣称，他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教会。于是我们今天再回到刚刚台阶那个水跟那个土嘛，下面有气泡，有酸碱值，有不同的这个 control。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所种植的这个东西的养分，我们今天吸收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呢？在福音今天在我们生命到底有没有爆发力，能不能有成长力？还是今天我们的福音，其实像 Travin Wax 这本书，鼓励各位去看，叫做《真假福音》，山寨版的福音。如果用，几年前我在你们当中讲的一个山寨版人生这个题目，我就再用这个山寨版把它套过来，叫这个山寨版的福音。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假福音，而不是一个真正有养料让我们营养长结实长大的福音呢？就让我想到1980年代的时候，1989年有一部电影叫做《Honey, I Shrunk the Kids》，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机器可以帮东西缩小，就一不小心把他们家小朋友给缩了。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分享、我们在传递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跟主耶稣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把你的福音给缩小了，I shrunk the gospel。我今天在传的是一个缩水的福音。”是一个非常肤浅、自私、好逸恶劳的，属于我个人性的一种求灵、跑平安、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得救的范围，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我把这个基督教这种福音的信仰，成为一个上进到天国的一个保单。我在福音宣教上面，我缺乏动力，只是用机械式的顺服。哎呀，我这个不宣教，我就。就是你没有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自我的一种喜乐，你不是充满喜乐去顺服，去做上帝说我们要去宣教的工，你是一个机械式的顺服，这样能荣耀上帝吗？弟兄姊妹们，其实这是一个自我的欺骗。我们在传的是一个缩水的福音，天国的保单。John Piper 讲过一句话，他说：“耶稣是一张门票，你节目开始我们就把它丢弃，给门票给丢了。我们就 John Piper 说，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我们就把耶稣当成一个 ticket。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是一张门票，节目开始了，好戏上演了，我们要的是那个节目，我们不要的是这个门票。我们不只是 miniaturize 这个 sin，我也是我们 miniaturize 这个 gospel。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也 trivialize sin，甚至是我可以 abuse 这个 grace。”我就用这个图来跟各位做一个比较戏剧化或者是比较 graphic 的一个分享。有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把福音当成是一个 credit card，是伽利略银行发的，这是 grace credit card，对吧？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你信主那一刹那，然后永远不会 expire，而且没有这个上限，你随便你刷。那是。我们就对于福音，我们对于福音它的宝贵、它的价值，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对福音它的新鲜感跟它的宝贵性，所以我们把福音当成一种商品化，我们 commercialize 这个 Jesus Christ，当成是一种利己主义，就像星巴克的咖啡、可口可乐，It's so easy 的 Jesus，它可以帮我们解决好多好多问题，甚至把我们的福音当成一种 vending machine。我们要的是 healing。我们要的是生机，而真正的救恩你反而在那边滞销呢。真正的属灵的敬虔，一种我们在上帝面前应有的一个喜乐，反而都在这里面。结果 out of order 或者这是卖光的，out 应该讲 out of stock，是这些东西。
当成一个 vending machine 我们在对待。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它私有化以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属于个人性的福音，对吧？就照我的想法去做，我觉得福音就是这个样子。那 Frank Sinatra 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你们大家可以猜出来，叫做《My Way》。他说：“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but I'll stay in case which I'm certain. I ha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uch,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把福音当成一个私有化以后，我们对福音的看法，我觉得想像一个 Burger King，因为 Burger King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slogan，现在不再打这个东西，但是早期的时候，Burger King 刚出来的时候，它有一句很有名的 slogan 是 “Have it your way” Have it your way，你要怎么吃 burger？哎，你告诉我你要加哪些 topping，我来帮你做。但是弟兄姊妹，福音不是汉堡王连锁店啊，Jesus 是我们的 King，我们要 do it in His way，要 under His term，不是 under our term。如果我们今天再继续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所活出来生活形态不可能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效的见证，这种宣教福音的果效不可能出现的。Lina Ravenhill 这位布道家在他的墓碑上面有这么一句话，我深深的被他所触动。他这么说的：“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你现在所汲汲于盈利、正在所要抓住的那些东西，值得耶稣为他而死吗？我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图形：“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耶稣被高举起来，让世人来仰望他。难道耶稣是为这些东西而死吗？No，耶稣不是为这些东西死，不是为我的头衔，不是我的学位，不是我的财富。耶稣是为我这个人，为我这个人的罪，他付上他赎罪的代价。所以我就写下这句话，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能够赖以为生的是多而又多，但是能够为之而活的却是少之又少，甚至不要说是为之而死的，自己都不愿意舍己，更不要说要舍己爱我的妻子，甚至说舍己为我的耶稣与他同钉十字架。No, be frankly。我们活在这种环境里面，当这个福音缺乏动力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反思，我们今天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C.S. Lewis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他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我们思考福音书当中有关奖赏的、毫不讳言的应许跟惊人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的主啊不会认为我们的渴望是太过强烈，而是太过微弱。我们是一群漫不经心的主类，尽管有无限的福乐赏赐给我们，我们就傻乎乎的追求吃喝玩乐，还有个人的野雄心，好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肮脏的贫民区、贫民窟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去海边度假意味着什么。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取悦了，我们实在太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以至于我们的眼目不会去定睛。看到这么宏大的一个意象，以至于我们现在的使命是一群向上移动的百姓，而这个最后不是我们最后的家乡。而在我们向上移动的同时，我们要传扬福音，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福音群体，一起向上运动。这个是宣教，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思考今天的福音是不是一个正版的福音。但是我刚刚提过了，福音是正确的话，这个根一定会健康。但是你要知道，在学第二个，跟各位分享果树学，我们老师后来教我们，根要健康，但是他说结果实这件事情是最消耗能量的，是最不经济的，因为所有东西就要全部集中在一个东西上面，就是果实这件事上面，非常耗能量。但是圣经上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你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一篇，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突然想到，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福音，这个结果子，英文就变成是一个 natural product，
不是一个 byproduct，是一个 natural product，它不需要好像很用力的结果子，它是按的时候，它就会结果子，因为这个福音的生命力借着福音被贯穿、被改变。所以最后，让我可以看看它的这种开花结果的样子，在番茄上面大概8个礼拜可以被收成，它从开花第一天开始，你就看见从授粉慢慢的。一直到成长，大概到40天之后就不再怎么长，然后开始茄红，这个 lycopene 番红素就不断的增加，是维他命的 precursor，可以治疗夜盲，可以是我们的 antioxidant 非常好的东西。你看见从一个最小的到最大的，这个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就让我回想到从我的大学的学习里面，让我想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就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基督，就会为我们创始开始成中的耶稣基督的话，只要我们扎根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长进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福音一定在我们身上会有变化的。即便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可能有些稍微比较成熟的，有些可能还比较青涩的，或者还比较小的，不打紧，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福音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会结实百倍的。所以，面临我们现在这样的挑战，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面，多年来的留学潮不断地把很多的学生群体送到我们当中。后来留下来，在美国留下来了以后，成立了教会，在教会又在校园当中带领很多学生信主。而今天看起来，大批量的学生回去了。而且现在美中的关系，今年留学生的群体来到美国的群体也非常的少。我上了美国国务院去查了一下，今年2020年7月份留学旺季的时候，在中国北京大使馆、加上沈阳、上海、广州这3个领事馆，2020年7月份一共发出了147份 F1 签证给中国大陆的学生。这跟我们当年过去10年所看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来到美国，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就感觉好像中断了，怎么办？大家人心惶惶，觉得好像我们事工要受损，我们各式东西全部没有办法开展。但是各位，就像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跨越时空的方式里面，上帝的话语并没有受到拦阻。不管怎么样，神福音就被传开了。弟兄姊妹，我现在鼓励你们，我们今天被在这里被设立，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 placed there for the defense of gospel。今天要形成这样子的桥梁，它必须只有福音，只有福音能够无远弗届的来传递这种结实和生长的信息。所以各位也知道，我们今年的传就是华人传大会基督事业协会举办的。阮兄长老、吴仪长老、基督五家在当中有非常大的参与，代表基督事业为谢会，谢谢五家各位弟兄姊妹你们的参与。9月份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的这个启动式，今年就是今年的年底我们会来后面继续，我们现在紧锣密鼓的正在制作各式各样的视频，也请弟兄姊妹们踊跃的来报名来参与。那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好像上帝也是在，就是为了我们这个知道这个疫情那一年，我们定题目的时候，我们华人传道的题目叫做"破茧即出，疼痛主荣"，但是我们的副标题叫做"活出全辈的大能的福音"。但是如果你看见我们的英文的标题的话，叫做 "Rethink Gospel"。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活出全辈的大能"，而今年我们就各自强调4个 W：整全的福音、整全的个人、全部的教会，传到全球各地。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跟你们分享，在宣教的这个年会里面跟你们分享，这个就在于这个福音实在太重要了。John Piper 也讲过，你要做宣教，你必须要把福音搞得很清楚。You talk about mission, you had a gospel right, exactly right. 而 Carl Henry 也讲过，Carl Henry 他说，一个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它才是好消息。The gospel is only good news
when it gets there in time。想最后再跟各位做一个算是结论，或者我心里面的一些感想，在这次宣教的特会当中跟各位做一个总结。我一直坚决相信，我相信在这个动荡的时局里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有他特殊的目的。我这边想鼓励弟兄姊妹们，我坚决相信疫情它一定会过去的，我们仍旧有一个有尊严有意义的日子要过，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面对罪恶和死亡的黑暗时刻为我们罪人而死，他的死里复活像是宣告他是那个真正的君王，复活的真实成为一个逆转的时刻，救赎的时刻，把我们人类从失望无助的绝望无尽的痛苦当中拯救出来，他吞灭了死亡的毒钩，死亡再也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要用基督的信仰来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在困境当中有一个明确的出路，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同时要用福音的事业、福音的动力，在世界的观看之下，我们持续活出那种敬虔丰硕行善的生命典范。不只是就在疫情当中如此，疫情过后以后我们终身都要如此，因为真实的故事它不是独来精彩，这个宏大叙事的故事不止独来精彩安慰我们人心，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而这个世界需要主。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诗班为我们现在这首再也适合不过的过，世界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愿基督五家持续的在福音当中被更新，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以福音为重心的福音基督的教会。